人与人之间，心与心之间，相互尊重，日久才能生情，相互爱才能有真。伤害一个人很容易，信任一个人很难，尤其是伤害后去寻找信任，更是难上加难。欺人莫欺心，伤人勿伤情。看清一个人何必去揭穿，讨厌一个人何必去发怜。感情不能敷衍，人心不能欺骗，缘分不能挥霍，爱与爱需要呵护，心与心需要尊重。心不要去猜，情不能去冷，人与人之间除了缘分还需要珍惜，更需要相互尊重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，访问 TTNews.xyz 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